你找哎。最近有新的有趣的吗？有新的有趣的吗？你想看到什么？没有，我直接怎么办？我想要找有创意一点。你有找到吗？找到了，现在。没有，等会我还有，还有，还有。他说什么？他说我考上第一志愿，希望能听到你的祝福。恭喜你考上第一志愿，郭，他叫郭。那希望我一点点的小祝福，可以让你在新的学业上可以更上一层楼，迈向美好的未来。那辛苦了。你很厉害。